听力收拾的怎么样了？一会儿我让我的手下去接你。你有什么事儿，直接跟我联系。谢谢你。不用谢。受人之托，受人之事。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哎，等等。怎么了？他怎么样了？老样子。噔噔，送你。这可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级的巡回演出，美国是最重要的一站，一定要来捧场哦。8月16号，正好是我到美国的第二个星期，一定。吴阳，你真厉害。其实我一直都相信，你一定能找到自己的梦想。是吗？当然啦，你马上要到美国去读书了，你已经长出了自己的翅膀，未来你一定能展翅高飞。飞哥，你不能因为吴阳凑巧和监控里那个人有一样的动作，你就怀疑他是凶手吧？而且他没有作案动机啊，对吧？哟，他们说的这吴阳是你的男神吗？查案，哥我向来都是公私分明的。你确定吴阳跟他母亲的关系很好吗？挺好的。吴阳家吧，小时候条件不是特别好，所以他妈妈为了供他上学，就跟朋友借了很多钱。他们家经常有七大姑八大姨的来讨债，所以吴阳妈妈能够把他拉扯大，挺不容易的，而且还教得这么优秀。你把你的男神说得那么完美，我还真没想到他有这样的经历。这有什么想不到的，他妈的调性你也不是没有见过，简直是对吴阳的控制远远超过于关心，甚至到了变态的程度。我们高二那年吧，吴阳跟千羽是同桌。其实吧，也就算是互相有些好感，没有发生什么。因为千羽长得漂亮，是学舞蹈的，而且性格还好，我们班很多男生都喜欢她。
我以为你天天在复习功课，天天在看书学习，没想到你在搞这个名堂啊！怪不得你最近神魂颠倒、萎靡不振的，原来你的魂被勾走了啊！小姑娘，你是学舞蹈的，伸腰拉胯这个行当用不着考什么重点大学，可是我们洋洋不同，我们洋洋可不能耽搁。你一个小姑娘家家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吗？矜持。可你的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啊？你干这种事儿，同学怎么看你？同学怎么看我们洋洋？你不要脸，我们洋洋还要脸呢。妈，住口。千羽，站住！你给我怎么着？我说的不对吗？啊，我说错了吗？我把你辛辛苦苦的培养大，我要的是什么？谈恋爱，搞对象，你太让我失望了啊！说话，你给我说话呀！从那天以后吧，就没人见过千羽了，听说是转学了，我们也就没问吴阳。你不是跟他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吗？还有什么不好问的？这小时候穿一条裤子，未必长大就穿一条裤子了吗？再说了，谁从小到大没丢失过几个朋友嘛，对吧？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跟吴阳吧一直是邻居，所以这关系就一直没断。但是你们不知道，吴阳这个人其实他特别的逞强，自从千羽那个事儿之后呢，他还是考第一，而且还是下课跟我们打球，但是就是从来再也不提千羽了，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久而久之我们也就忘了嘛。不过啊，最近我跟吴阳又碰到千羽了。你小子够可以啊，你稿费比我工资还高。哎呀，看来你这个书读的也是什么都没耽误啊。哎，怎么样，今儿要不请我大吃一顿？那你这也出息。说吧，吃什么？要不就这个吧。你小子是要榨干我呀。吴阳，引荐。千羽，好多年没有见了。这个是我男朋友，这两位是我的高中同学吴阳和尹健。你好。你好。啊，你们也来这吃饭呀？对啊，这里的主厨牛排很棒的。真的假的？重逢女神竟然是这样的场面。那天我们一起在吃饭，就聊了一些以前的事情。后来吧，千羽家也发生了一些变故，结果他后来就直接退学了，然后到一个茶馆打工，后来就碰到现在这个男的。姐，你这样特别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逼良为娼的故事。啊，不是，现在这个男的看起来也是斯斯文文的，不是你想的那种。这当妈的也是够了。两个年轻人好好的谈恋爱，为什么要抹杀？为什么呀？其实吧，也不是这么说，就是吴阳和千羽他们本来就不是一路人，只不过是吴阳一直对千羽恋恋不忘，他没说，我们能看出来，千羽对吴阳那是意义非凡的。这么多年没见了，最近这次吴阳碰到千羽，他看他还是那个眼神。越纯粹的感情，越直接的动机。您为什么叫妈？妈，您为什么？洋洋，不要再说了，妈妈绝不会让任何人耽误你的前程。我已经和你们老师说过了，那个女孩子在哪儿上学都可以，但是她绝不可以留在育才，去耽误你的前途。妈，您误会了，其实千羽是个好。千羽，千羽，你叫她这么亲，妈妈告诉你，妈妈一眼就能看得出来，那不是一个好孩子。这。妈，当初要不是您去学校闹事，千羽就不会被迫退学。这事儿归根结底还是您的责任。洋洋，你怎么可以跟妈妈这么说话？妈妈这样做不都是为了你好？为我好。
到底是为我好，还是为了实现您自己的愿望？您的人生不如意，就把所有没有实现的东西都强加在我的身上。从小到大，我都没有违背过您的心愿，我一直在争第一，我也都做到了。您知道我有多辛苦吗？他们都说我一切都能应付，我不能，我根本就不能。很好，李生。所以说，这一系列的心理状况一定需要释放。哎，没错，就像查案越紧张，越需要通宵打游戏。所以做私人博客是吴阳需要的一个发泄口。不可能，飞哥，不可能是吴阳。小心。飞哥，来。好了，你该进去了吧？那我先走了，美国见了。哎，千羽，你待会儿有事吗？没事啊，今天不排练。那来看我彩排吧，我想你给我点意见。嗯，那好吧，正好带我见识一下动物科学的学术世界。是生物科技，不是动物世界。你别笑了，随便了，走了。叫动物世界，不是动物世界。就不能来吗？阿姨你好。哦，这是我朋友。我知道，你不用介绍，是当年你那个同桌。下面我们有请生物学的吴阳同学。到我了，我先上去。等我一下。好，儿子，好好表现。你跟我出来一下。当初劝退你的是我，有什么事儿，有什么问题，你找我好了。为什么？为什么你还要打扰吴阳呢？阿姨，我说话你不要打断我。我告诉你，不论是将来还是现在，你和吴阳始终不是一路人，你们俩不可能走到一起的。我听说你发展的不错，事业上发展的不错，既然不错，为什么还要骚扰他呢？阿姨，我想你误会了，我和吴阳只是普通的朋友，我误会了吗？同学们都看见了。我也看见了，如果不是当初我阻拦你们这种关系发展下去，我们的吴阳能有今天吗？他早毁了。阿姨，那都是小时候的事了，该说的我当初都已经跟您说了。我和吴阳十年没有见了，前段时间我听说他要去美国读博士，我客气一下，我请他去看我的演出。什么什么？你还要追到美国去？我告诉你，就是吴阳到美国读书，也是我陪着他。谁要追到美国了？好，阿姨，我跟您说不清，我还有事，我先走了。站住！把手机给我。为什么？我要把吴阳的电话删掉，省得以后你们联系。阿姨，你放心，你今天说的这么清楚，我绝对不会再找他。但手机是我的私人物品，
该怎么处理那是我自己的事，你还不死心是不是？给我，给什么？给我，你给我。不会有什么事儿。我们年轻那会儿啊，真的打呀？护士，怎么样了？她已经有一个多月身孕了，怎么那么不小心啊？病人子宫壁先天就比较薄，这孩子肯定保不住了，以后我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再怀孕。不好了不好了，病人大出血，您不能进。你看看你看看，怀孕了还来骚扰你，我早就看出来他不行。妈，不要再说了。打不通，才响了几声，再打。吴阳，晚上来我家吧。吴阳，谢谢你的配合啊，不过你的隐私我们会保护的。来，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是我，那又怎么样呢？不是，吴阳，你别乱说。这个，我只是做了一个私人博客，应该没什么不可以吧？麻烦你跟我回一趟专案组吧。我跟你们回去把话说清楚就行了。罗警官，我妈睡了，吴阳留张字条。请便。哎，吴阳，你明天是有一个颁奖典礼是吧？好像有一个特别贡献奖。嗯。也请罗教授一块儿来吧。我们先回专案组，回答完问题以后再说。
你就是审判者吗？不承认。是你杀了李冰。九号，由我导师卢芳主持的学术论坛，我一整天都在里面。上午给外宾做翻译，下午做学术报告。参加晚宴的时候，接到孙大哥电话，说跟大嫂吵架，找我去喝酒。之后他开车来接的，晚上他喝多了，我就把他送回家了。这些年我都说过了。当天来了很多新闻记者，在网上应该会有一些报道，罗警官可以参考一下。嗯，好。啊，那谢谢你。卢教授那边确认了，吴阳是没有说谎。血型都不符 ，DNA 就不用查了吧？我就说吧，你们冤枉吴阳了，我。上个厕所。看样子吴阳确实排除嫌疑了。在审讯室里面，从一开始他就承认自己是审判者，在审讯室里对答如流。我问他所有的问题，他都缺乏思考判断的时间。这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要跟我说的话都是他提前准备好的。其实呢，我们还是可以拘留他24小时的。在这个期间内，我们还是可以请他协助我们查案的。飘，我可以理解成为你是想把你的男神留下吗？没有，没有，没有，查案呀。没关系，我可以成全你。他应该还有一些准备好的话没跟我说。怎么样，你小子没露怯吧？哦，怎么会呢？那就好，别出去了给我丢人。那是什么？哦，这是张泽他儿子的作业本。我看看，反复计算。清溪小学6年2班，张天阳。嘿，这爷俩可以啊。名字一个比一个霸气，我操！这个门牌号码还需要写在作业本上啊？怎样？是方便老师做家访是吧？不是啊，这个啊是学校住宿的房间号。清溪小学从3年级就开始实施寄宿了，学生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可以，阿山，到时候你儿子可以上这个学校。哎呀，听起来不错。罗警官，人真的不是我杀的。不过，我有你们想要的东西。什么东西？但我有个要求，明天让我参加典礼。你凭什么认为我会答应你？因为这个东西会告诉你们凶手是谁。
老公，叫孙雷，开个小公司。我还有个儿子。大点声！我还有个儿子在上小学，现在他我一直陪着他。我求求你，你放了我，我儿子不能没有我，我儿子不能没有我呀！你。不能没有你。你们真的了解自己的孩子吗？你们给他的是他想要的吗？你们所谓的爱只是压迫，付出只是为了回报。我没有。你们爱的名义做尽了天下所有的错事。我没有。你们是罪人，罪人。太血腥了，凶器杀人手法跟我尸检的时候脑补的画面差不多。会录这样的视频，我分析都不用分析就知道他肯定是个变态。这个字迹我认识，小飞啊，这个是吴阳他们家快递，我顺便给他取过来了啊。小飞是我和吴阳的同学，成绩万年垫底，还曾经因为偷窃和作弊被学校通报处分过。因为住得近，小飞的妈妈总希望吴阳能够多帮帮他，但是小飞的态度则是能躲就躲，久而久之他妈妈就放弃了。如果说吴阳是所有学生的榜样的话，那小飞就是最标准的反面教材。嗯，我想起来了，你看小飞他妈看他的样子一脸的嫌弃劲儿。云贵霜的血迹就是他的。对，是我的，这一切都是我干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们都瞧不起我？从小到大，他们从来都没有正眼看过我一下。不管我怎么努力，我都比不上吴阳。不管我怎么努力，我都比不上，我都比不上。我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垃圾。但这一次不一样，我赢了，我在他前面，我这次比他优秀。他们应该认可我，他们都应该认可我。我在他们眼里就应该是最优秀的。我告诉你，我做到他吴阳做不到的了。刚才说你赢什么了？我早就知道吴阳是审判者，但是他和那些没有用的孩子一样，声讨那些父母，但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他们干不出什么事来。吴阳他没这个胆儿，我不一样，我做到了，我做到他吴阳做不到的。所以，你杀了那些网友留言批判过的母亲，是，都是我干的。吴阳打死都不会想到，这就是我。
我这个永远排在他后面的这个人。为什么要把视频寄给吴阳？反正我早晚都会被抓到，我早晚都是个死。我就是要让吴阳看看我到底有多厉害。有意义吗？是没意义。只要他吴阳在，我活着就没意义。这个怎么样了？吴阳回家了吗？回家了，他前面给我发消息了。明天我们一起去学校观礼。哦。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来的，吴阳，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吴阳，可以跟你合拍一张吗？谢谢你，然后吴阳加油。我说姐，今天有这么重要的日子，能不能放一放你警察的身份，给我点祝福？都快开始了，阿姨怎么还不来？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来自于世界各地的生物学家，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同学们，那现在就请你们用你们最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获奖代表、生物学院优秀代表吴阳上台致辞。帮我这个直播，你现在是网红了吧？我妈身体不舒服，在家看。大家好，我是获奖学生代表吴阳。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卢芳教授对于我学术上的指导，谢谢。生物科技是人类科学发展的重点研究和发展对象。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我们对于生物科技这个造福于人类的学术性研究投入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很高兴我可以利用我多年的学术知识，为生物科技发展的研究付出一份心力。从对这个名词的一知半解，到后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期间离不开一个重要的人，是他指引了我人生的目标，他的期许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今天我获得了这么一个他最关注的生物学界世界级的荣誉，我想对他说，妈妈，谢谢您一直以来的督促和指导，很高兴我又完成了您的一个心愿。我这一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成为了你的骄傲。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结束，我说了算。有点意思。我们有请第二位得奖的。怎么这么久还没有出来？朋友上台领奖。全员联姻，马上去吴阳家。好。阿姨，进进。根据尸僵的程度来推算，死亡时间应该是12小时到24小时之间，初步估计是昨天傍晚死亡。可是吴阳昨天下午在医院，晚上在警局，凌晨才离开。不可能，不可能是吴阳的。难道昨天晚上阿姨就已经？兄，给飞哥打电话吧。喂。喂，说话。飞哥，待会儿再说。好了，现在可以说一说。这是我们学校的天台。这么多年，我真的累了。刚开始做私人博客，我就为了发泄一下，
后来，我看到有那么多跟我一样无助的孩子，我就想帮帮他们。没想到，小飞平时看起来缩头缩脑，到了这个时候，胆子却比我大。这次，他超越我了。至于我自己，我本来也没想这么快解脱，可是他伤害了千羽，他伤害了站在我阴暗牢笼窗前的那只飞鸟。最后会落到你的手里。其实我跟你是一样的，我们早晚都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原来达克也不过如此。看来是我高估你了。妈，我是你这一辈子最完美的作品，没有人能对我说一个不字。也没有人能够制裁我了。送给你。每个人都有梦想，我有，你也会有的。祝我们展翅高飞。
了。今天我找人去，不对，什么今天 ？Sorry， 武器契约。你天天的认真的复习功课，没想到你在搞这种名堂。等一会儿，对不起啊。好的，回位置。那好。鼓起跨过了生命，死亡化成了尘埃。越什么什么什么的越什么。像什么？你要怀疑我是吧？我觉得你有什么跟雷一样丢到我这边来。我特别想说打死你。对不起，来，这肯定有问题，因为每一个视频里面只有他一个人玩电脑。明白吗？这意思就是这好几个人哪一个是啊？亲爱，这个习惯手势我应该很熟悉吧？这是我知不知道他跟吴阳关系好好的？知道，我经常看。对不起，我再来一遍，来，确定不太合适。对不起，我是不是抢了你的？没有，这儿可以了吧？手给我。哦，一镜下，哦呦，跟老绿啊，我这个厉害了。哦呦呦，我根本就不能。吵什么吵什么吵什么？哎呀！真该受够。对不起，我再来一个好吗？这个字儿，你要写条给你爸。你还有一班呢。脆弱花开，孤寂跨。我就说吧，你们鸳鸯。鸳鸯，你们冤枉吴阳了，对不起。这个事情我认识。小飞，哎，等会儿下一场我什么词儿？他怎么能叫成全呢？没事，来，等会儿别着急啊，别乱，让我把最后一句话说完啊。对不起，我把我最后一句补一下，这只有一种可能性，他要跟我说的话是他时间里面的。小飞。我可是没有梦。